移民加拿大好消息，本公司代办加拿大工作签证，可以带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。未满18岁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费中小学教育，一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。申请人只需要有中学学历、无犯罪记录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，本公司就可以代办所有手续和工作担保。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详情啦。披财会员专享，一阵间做多个直播，咁就完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咁啊，听日咧就可以全部正常咁啊，大飞看天下啲傻瓜片都嚟噶啦。咁今日因为要重新咁样攞货，咁咧就要同翻一啲供应商佢哋倾。咁结果今日令我好震惊。